进的包里面，宝宝进在那边的包里，宝宝进去。微微老公，一面是九爷，是糖葫芦吗？来了来了，拿那个手持弹幕，一元快消息，大家把手持弹幕打开，就在那个微信上面小程序。耶、yeah, ，这是微微送我的电风扇，开始炫耀，不是他，炫耀，我卡来了 ，Hello， 不是明天吗？不是明天用我的直播，今天用他的直播，嘿嘿嘿。再开这个专业直播，来了点个关注啊，这里点个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绿绿绿，表白鸡尾酒，这个是你，这应该是你的那个鲨鱼吧？保镖就位，什么是鸡尾酒？他们就是有些人是喝威士忌的，就是我在上面，好吧。小鲨鱼们都去哪了？在这儿呢。转一圈，保镖躲避了，他们都躲了。你叫唐葫芦叫你做直播，必须是我在前面。哦，夹带私货。看小鲨鱼开心啊！谁放的手？不行，把你拉走。后面是，不记得是十郎。这是三角洲记忆的吧？后面是老席的站姐，石郎，是石郎，他抢我助理的位置，刚才，别叫，已经被我教育过了，那你还拼命往上冲，心静自然凉，对，那个指南是发完了，已经完结了，我们现在正在拍番外，正在直播番外。可以这样，哎，送包呢？干嘛呀？放蒜。你真的要用？倩倩最后的骄傲。对的，回来。最后的骄傲。要影响人家。我们喜欢看后面的表演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磕到了，是反的字，反了，收工了还是在休息？我还没开工呢。因为你刚才送了，我还没有开工呢。正反的，不是正反的反。奶音，不要走，我这来吧，说你很社牛，没天吧，说你吧，看不到，说你特别社牛，不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海岛去拍戏了，他在打工呢。海岛在打工，我们在玩。他说小鲨鱼不是社恐吗？这个
个偶尔也有几个是女的吧。今天也就打破了吧。总是有几个是社牛的。抱小鲨鱼没有？抱了，抱了两条。抱了两条。大傻，我怕你吃亏。哎，感觉你这个。你是虎吗？比我拍的，比我好看一些，参数。自然一些，为什么我的那个直播就感觉很重，对吧？可以调调看。那个屎打错了。哇，谢谢否极泰来。否极泰来，你怎么没有来呀？是因为在上班吗？妍妍说她有半小时下班。咦、嗯？他还没有开工，这是什么礼物？妍妍送的大宝剑，谢谢你，妍妍送的大宝剑，是不是要戳死我？因为我抢了微微，所以你们要戳死我。会，那个上期票会怼那个肉。你先把东西放上，会走爆了吗？爆了。轨迹是谁？轨迹是你后边那个蓝色衣服的。在后面，看来是红人了，就是鲨鱼里面比较红的那种，比较红的鲨鱼。小路上，什么时候发新剧？快了，那个恶女要发了，第一集已经剪出来了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可能替大家先看过。下午刚回去比较黑，他站的地方比较黑，他那边没光。那等啥呢？等啥呢？刚刷到微微的小号，知道你是个搞笑女。打个波，我也没波，我惊喜，大号都是搞笑女。就那个成为女企业家，探班的呀。CP 吗？应该算吧，看大家怎么磕吧，其实那条线是可以磕的。直接拉粉箱子去粉店了。没错，谢谢。收到七夕礼物了吗？做，明天再说。知道啦。我不做。超实用，喜欢。五个口红，这个要拍多久？拍到8月10号吧。明天还直播吗？应该还直播一会儿吧。明天直播啊。明天我直播。来吧。自制的一个艾草的。明天几点？我会提前在群里说的。来。你啊，这颜色好淡。这个我也有，小熊熊，对，有两只。你是这种小小的，是大一点的。直播，明天直播有剧透吗？不会吧？不会的。嘴巴很严，我已经树立了一个就是大豆勺的形象了。
个直播间里面看到，他说你的口红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。向你表白吗？还没有，他说要等到晚上再说。那是我一波私人配合，是男的。大漏勺搞笑女。昨天晚上下了高，下了高，走到了，有一个鸡宝宝，有一个。好家伙，爱学习的粉丝，让我替他代话说一句，虽然我人去不了，但是我的心已经跟着小鲨鱼们去看你了。提前祝你七夕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爱你。哇，我的爱你，爱你，谢谢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好家伙。就说我还帮小鲨鱼要代花，我的未来的女朋友。你都差点来不了、啊。集赛啊？什么集赛？无衣服叫盛威，点击关注不迷路。老铁们，老铁们，关注盛威，双击六六六。也喜欢买同款不同色的东西，我也喜欢的。鬼子帮我带了一张照片。写上什么？写上祝福，生日祝福，生日快乐，好呀好呀。红衣服好像我老婆。哇，说你的耳环好漂亮。我不是很认同，是我老婆。喜欢我们的吸血鬼吗？谢谢喜欢，我们也很喜欢。什么？现在有点200多个人。可以不用生，谢谢。哇，谢谢皮吉他来送的小小鸡。那不是小鸭吗？小鸭，小鸭和小鸡仔。小鸳鸯。哦，小鸳鸯。鸳鸯。什么？我太娇了。因为我的凳子比较矮，所以我只能这样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他换上衣服就特别帅了。你们走在一起。小短腿鸳鸯。快点。对呀、啊，是在横店。小心灵在象山拍戏。哦，他在象山。小心灵在哪里？在象山。魏总也超帅，我们都很帅。我们是双 A 组的，没错。换衣服了，去吧，靠你带播了，我去换衣服喽。去吧，马上要来一个帅哥了，换完衣服特别帅。都很帅，就是帅哥要一起夸。我看到听到这里有回应。我拿一下粉粉，这个粉超凉快。什么粉？就是有点像痱子粉一样，泰国蛇粉。必备，补妆必备。
我霸占了老吉的直播间。拿进来。变成我一个人的直播间。我问你的小号好搞笑呀！我把你的账号挖空了。我的小号，我的小号是跟老吉的大号一个风格。就是他，不，他的小号只是属于，就是我们大家要翻着看。但是你的小号是很下饭。吉吉小号都快长草了。我们都经常要吃饭。然后你的小号就是搞笑的。下放飞自我，挖坑还有打蟑螂，铁板鱿鱼。盛老师，哎，40度，今天还好，我们这里有电风扇，有风力。怎么过七夕？七夕就是他还要打工呀，他还有戏呀，老子还有工作要拍，然后我给大家直播。过来探班。我应该会待到6、7号吧。讲一下八卦，我听，我来听。本来去长沙的节目是一个那个国风节目，一个国风的那个综艺，他们延期了。应该8月中下旬还会再去。国风大典会在，国风大典应该会在常州吧？应该还不确定，到时候你们等消息吧。国风大典，我和老吉一起去，然后你们可以过来。好呀好呀，国风大典线下活动，发给大家。是在，应该是在常州，就是江浙沪人民。江苏常州，那不是江浙沪，那是江苏啊，江苏啊，那不是你那儿吗？离我8兆远。江苏不是江浙沪吗？不是，江苏是江苏，浙江是浙江，沪是上海，江浙。江浙沪是就包含了，江浙沪是包邮顺丰12。啥呀？你在说什么？省内的感觉。常州啊，是吧？国庆节的时候。常州就在江苏啊。那也八竿子远哎。那比我近呀。不要纠结那些。那国庆节你们有空可以去，过来吧。直接说几号就行了。我也不知道几号。小鲨鱼们。现在还没有通知。那通知了，那就赶紧通知吧。我好定行程。应该是比较羡慕我们小鲨鱼的，但是我们上次也很羡慕糖葫芦。这个糖葫芦，你们刷10000个糖葫芦，我替你们亲一下，魏总。什么？我替你们拥抱一下。我替你们拥抱一下。什么？我要叫老吉保护我。微微和吉吉会去那个国风大厦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来国风大典，对，我跟他走一家，走一家店，走秀。哎，你不是说明天才？我们还会 CP 吗？我们今天都不知道。大家可以去面基哦。我还是不知道是自己人，别动手。什么？我啃了你的偶像，你会跟我动手吗？在江苏，包邮12块的。大家自己记过去。现场有糖葫芦去吗？今天好像没有糖葫芦。今天没有糖葫芦，但是我也是4号来的。10月份的时候，糖葫芦可以去哦。本来计划是明天过来的，明天过来探班。我们本来好像也是定明天的，然后呢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今天了。为什么？就是突然想来。下次你要提前说，我们举个糖葫芦。提前来推测。就是刚好3号有空行吗？不是啊，当时一开始的时候都是4号有空，然后后来就改成3号了，然后就敲时间，这3号来。那你们
明天还在吗？还是就在一起？有的人在，我今天晚上走。代播，我是代播。他去换衣服了。换衣服去了，换衣服去了。他磕你俩 CP， 你俩又磕他 CP， 谁磕谁、啊？现在看到他俩互动都摸得出俩。你们俩是互磕 CP 吗？我俩跟出去了，其实但是不好意思上去。主播是吉吉，他换衣服，我是代播。你俩私奔回来了？就是他们家人，是不在代播的。一家的，他的就是他的，懂吗？不懂就回去再刷一下，二刷一下。对对对，小助理。哇，今天这里人还挺多的，200多个人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买的是徐子逸版的那个大跨栏背心。妈妈，我出行。他当时拍那个是跨栏背心还是徐子逸？就是那个跨栏背心吗？就黑色的那个。我没有研究过。我不敢坐的照片。坐微总还有黑色的。保安。坐的照片。十月份不是周六就行，周六我去不了。我感觉周六。轨迹你考出来了，他们说。轨迹不在呀、啊。轨迹不在呀、啊，轨迹不在。被我卖掉了。蓝衣服的卖掉了。对，轨迹被我卖掉了。轨迹。轨迹被我卖。那个糖葫芦，你准备钱吧，糖葫芦们。那个这个微微现在身边都是鲨鱼。对的。准备被磕了，准备被啃了。国风大典是10月份，具体日子还不知道。对，具体是几号我还没有。资金是多少？那是他把我的助理给砍了，不得。准备多少？微微微微，当心了。准备多少？看心意吧。你被现场杀了。看你们的心意吧。我今天被微总现场杀了。就是偶像怎么能来去衡量呢？你觉得值多少，你就准备多少吧。我没有啊，我是来看的。我们今天来的。他倒已经跟我通过气了呢，我们俩都是飞鱼了。什么？看看你这风风光光的方式。叫我插出去。说话的是哪位美女？他们刚才说的。刚才说话的苏星河。是不露？是不露吗？是苏星河。小鲨鱼，我把威老公拱手相让，放过我们吧。那、这个、果然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喽。偶像带头自黑，然后粉丝也就变黑了。不用百米冲刺，爱到深处自然黑。韩克肯定会录屏的。啊，好帅！继续。那清江淡产都不够吧？